爸爸，他刚刚大叫什么？你要什么口味？你要什么颜色的？什么颜色？哦，我卖你。我卖你。老板，你是老板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老板，我也要。我跟你说，我卖你。我也要。你问啊，你问。好，一人一次。哎呦，我是帮你用。你要调什么模式？你要调什么模式？我三个字。恐龙？哎，不是，你有恐龙。哎，好，没错。你要调什么模式？你走开了，我在。都在给自己的爸爸妈妈。